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我们这次要开的是 SD32，然后因为这次去高雄比赛，所以这次开盒就比较晚了，所以现在时间是礼拜天的晚上10点半。10点半了，好晚哦。好，明天早上应该可以看到这一部影片。OK，那我们这次开的是 SD32，网域连线。什么最大那个上限喽？上线喽，上线喽！好了，来开了，断线，断线，新断线，林白区断线了。白区断线了，现在是网路连线的时候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就这样，轻轻松松。好，到后面那个是。现在看。规则书 and 场地，场地不是跟说明写在一起，它是那个推坑文写在一起，战术啦，战术书，战术书啦，还有附的什么卡片啊，我还在有想大复刻卡，抽什么可以变强？大复刻卡，还有叫你买 CP17 跟 SDB DB DP18，然后101 ST17，这些买这就对了，买你就可以玩了。还跟你讲，我们这边复刻的神童，赚，高昂贵复刻，高昂贵复刻套牌，好看正面，耶，林百区消失，这边写的林百区，他没有左右箭头，没有啊，拿什么左右箭头？开玩笑，可怜哦，他连箭头都被消他只去了，没有，他只剩下这一行字而已，那 只剩下这行字而已，可怜，然后额外区，额外怪兽区。说明书，大师规则四份，毁了大家的梦想的大师规则四。可是我觉得前面也都很过分，我觉得最过分是大师规则二，可以抽牌，先攻抽牌，先攻抽牌，先攻牌优先权，好棒！好啦，来开了，韩紫哦，这是韩国的哦，哎呦，这样啊。这样谁敢猜啊？跟猜烟一样。真的？要哈一根吗？要哈一张吗？可是这个味道应该不太好。要抽应该还是要抽日子。可以把它烧起来，享受它燃烧的味道。要抽应该是要抽日子比较好闻。我也不知道这只叫什么，越抽越多。电子猪，整套整副都是电子猪。Link 三。指的方向也很奇怪，指的上，指的下，指的右下。它是根本新式，你看是新式。新式电子族，那可能那个什么新式上线喽，可能什么新式全部挂在网上。打完战争就去当废宅了。好啦，看看，这个效果真的懒得看，我看看就好。另外一张，前面的特点卡。link 指着左右边，再指着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不过真的，欸，他这个真的做的很贱哎，给你 link 三，给你 link 二，然后 link 一呢，请买书卡啊！我靠啊！我抽肯以外两体，还可以。可惜不是往下子。对，这种两个都是那样子。这三杀毁啊！008为什么是008？023，我亮面全部都在前面，速攻了。听说这张很猛，魔法卡。不觉得这长得像方戒吗？方戒，不觉得吗？方戒夜，方戒邪神，曼陀罗。嗯。然后有这个是电子蚂蚁吧？他叫克莱伊，帮你撑十秒。他只是帮你撑十秒的。因为都是新卡。他一回是支付1000发动，此回合自己通常召唤追加一次。自己主阶段哦，只能电子猪了，可惜电子猪。是羊吧？看不出来是什么。电子猪长得很奇怪，这比超能猪还奇怪。很恶心。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另外一边是那个吧，解码者吧？是解码者吧？对啊。一个拿剑，一个拿盾所以还买 SD 三、SD 17，
好，这个跟那个 ST 十七另外就是相对的，长得很像那个《星海争霸》的神族工兵。哦，积木，看这啥小？积木啊，超可爱哦！这个是创世神，那个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当个创世神，乐高，乐高，还有你哦，靠飞哦，悲剧魔物，悲剧魔物，26/80，超完神，田，灰白龙，田，看黑龙，田，哦，还有卡炮射手，哇靠，干，那么脏脏都是，残骸龙，哇干，亮面啊，数学家，体重荷，体重荷。哇，他那个什么、啊、收魔壶，收魔壶，那是魔术师，什么魔术也解了、欸，哎，解爆几张了，好像全解了，哇，黄泉蛙、欸，哎，好棒，这真的很豪华。想当年还想说黄泉蛙，妈收不到，干，我都还有亮面的，小丑，很，啊，球精，出个奇他怪在里面干嘛？给你拉 link， 他可以用残骸龙拉、啊，我靠，拉 link 啊，没有，你可以同步。残骸龙怎么同步了？他们不是也是协调吗？哦，忘了。我们可以加速。拿令可，哇，金花猫，甜啊、欸！都同步时代的卡，嗯、真的。那个把那个换成白色的，就是同步牌组。哇，灵魂填充，之前磕亮面，现在又磕。哦，欸、怎么做这张啊？以前好像银普吧？没有没有，正好没有，这是普卡而已。这不是输三张没有怪吗沒有沒有？不是不是。还是我记错，记错了，不是这张。我是是不是特？滴滴牙哎，滴滴牙，可黄金贵，难得黄金贵，想要金量吗？不好，你看，可是这是小图了、啊，你看这是大图哎、欸，你看你们那柜子就比较大，对啊，我们柜子比较亮。金超，这个是赛场热门的。看今天就有一个靠超过去，看我要输了，我用王基金超过去不能打，他就靠我三百血，然后换我，换我好像什么，换我就把他淹死了、啊。重点来了，哇，宇宙旋风，你要看到普卡才知道他上面画了什么东西，你的亮面根本看不出来他画了什么，看得出来。等一下那个也是月军盾。啊！竟然有寻找小王一次机会啊！一次机会。其实神招是什么、啊？就没看过这个卡。有啊，这个是跟之前那个星光大道是同一个的。哎、欸，那真的第一次磕啊？好吧，好像吧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什么战斗破坏之前，目前都要发动特殊召唤。我就战破的怪兽特殊召唤了、啊。哦，此卡战斗破坏。此回合啊！此回合啊！此回合。哇，这么猛哎、欸！哇，可以全部一次输起来、欸，全部一次掉，没有一题而已啊，哦、一题，垃圾，骗我，强化出神，啊，这个也、啊、这个可能亮面啊，对啊，你想这个银子，两只猫银子，这没有半钻的吧？没有说上一张，上一张，对，这个之前，对啊，因为亮面有机会做半钻啊，哎，可惜了，两只猫。神风攻击表示全部摧毁手牌，下一个要吓死大家啦！哇，次元杖柄，你看这个次元杖柄，才看到他画什么东西？我在那半砖的不知道在画什么，这个，然后亮面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我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惊天地泣鬼神，神之通告，豪华复刻，豪华复刻包。嗯，好了，开完了。其实新卡我觉得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一点，这一点复刻卡、欸。哎，刚才把把都很好哎、欸，然后每张不是都是有一套用处的。对啊，猛不猛？猛啊，当然猛。新卡我都觉得不算什么，新卡我根本不想去理它。好啦，但是这一步应该是可以玩吧？要再研究，要再研究，研究研究。可是目前看的新卡比较猛的大概就12，不是12啊。那个什么、啊，中毒了，真的中毒了，打十二手打太多了，六五中了，哦、新卡六五中，赢六五中，猛啊！我觉得总觉得还好，说那只妹子强，你错了，重点不是那些怪兽，重点是他妈现在有三张门了、啊，三门开不死让你死，开门没事，看门没事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偷偷鬼仔。
好啦，那我们这次 SD 三色就开完啦。这次是开韩子，我们还是一样是韩子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因为这次没有看这个。好，产地韩国，网域连线，这主打就是主打是电子族的哦，主要还是跟ST 十七，然后还有10101、10102会有联动的一些卡片哦，所以这部应该还要再看之后还有什么卡片，那也还有好几张的书卡，这个就是卖啊，就是卖新卡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开始就到这边喽。好，我是三福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次好短哦，我不想讲这样长的嘛。